好，谢谢我们理事长哈。那接下来哈，我们刚刚看到我们的突发局的这个我们的局长哈，已经带领我们的突发局的这个同仁来到我们这个现场哈。我记得108年我们第五届就任的时候，就是我们高理事长当选，我们那个黄局长这个上任就马上来祝福。那今天第六届，我们黄局长最近虽然在议会期间啊，也是我们百忙抽空来这个给我们祝福，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一下我们黄局长。大会主席、高委员、理事长，还有美丽的主持人，那个美婿啊，还有各位在场的张廖委员、永宏议员啊，还有各位的同业先进，大家午安。今天哦，为了参加这个会，我们议会来配合提早那个结束哦，所以我们刚好可以赶得上这个。理事长的这个会大会，那刚才永宏议员特别提到说，这个会是很多元有关技术的专业者组成的。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的同仁跟我讲说，这个会除了建筑师以外都可以参加。我敢问讲，你有对建筑师有歧视哦？排除建筑师？我不是啦，是建筑师有专法啊，来成立专业工会。所以他不能在这个领域里面来参加。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说，我们的张廖老师打电话打我们说，您到高规啊？我说哎，我看到高规了，想要做啥？因为长得大，你看要起一间厝吼，不是搞建筑师来规划的，还要结构技师，还要土木技师、大地、土木、水利。电机、空调等等这些专业者一起来参与，我们的建筑物才会安全。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会哦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会，因为它虽然没有包括建筑师，但是除了建筑师以外，通通都包括了。所以我们都是需要技师，有土木技师，有电机等等。我觉得这部分的会是很多元。哦，我们是不是掌声？我们来欢送一下我们的港庙的一下。谢谢。好像有一些那个鼓掌，要欢送一下，因为我们立法委员一定有很重要的行程。谢谢我们，谢谢张廖委员，谢谢立法委员来参加我们这个大会，恭送大家。那我觉得建筑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技师相互合作，让我们的建筑物更安全，让我们的都市更安全。这个是。都发局跟我们技师工会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刚才特别永宏兄有提到说，那个民政局是个重点。民政局除了跟的宗庙以外，如果共有我们的殡葬，殡葬的部分啊，其实不只是只有机能而已，它还有很多的价值在里头。日本有个建筑师叫伊东丰雄，他做了一个殡葬园区。那个园区的概念改变我们的殡葬文化、殡葬仪式、殡葬的这种造型，让我们的这个文化价值更提升、更改变。那所以我觉得，同样的，我们是技术同业工位，那我们的价值的功能不只是在这个技术上面，我们可以更提升。我们都发局跟技术工会一起合作，我们把台东市的都市景观做更好。都市更安全，让我们的城市文化价值更提升，我们一起来努力。那最后祝我们的高委理事长继续为我们服务，大会成功，谢谢。谢谢我们黄局长，黄局长大概也不知道，我们高理事长是我们殡审会的委员啊，对，他已经当两任了，对。谢谢黄局长。好，那谢谢我们黄局长，这个百忙之中，因为期间还来给我们勉励哈。那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不只是我插话一下，黄局长刚刚提到，就是说我们那个
顾问工会里面哈，没有建筑师、设计师，其实我们也很想有建筑师，但是建筑师不愿意。应该我们跟局长报告。我们跟建筑师一向都是采取是，我们应该是建筑师是我们的业主。他是都市更新或者是都市发展的领头羊。会在这方面做更大的努力。另外，我这边也工商服务补充报告一下，那个小弟在第五届哈，就是三年前担任理事长以来哈，那这边我们前任的荣毅兄啊，拍谁了哈？我们荣毅兄在第三四届的时候，整个会员数在中部地区有140位的这个顾问公司参与工会，那到目前为止已经涨到220家。那这个部分，我们也很感谢我们中期的各位会员，今天我们台中顾问工会的一个支持啊。那我想后续我们也会在黄局长的勉励之下，大家共同来努力哈，那为我们台中市哈做工程界来做更大的一个贡献和努力哈。OK， 好，谢谢。谢谢林市长哈。选这个点其实就是要离台中市政府很近。其实我们台中市政府很多的局处啊，通通都是我们的业主啊，尤其我们的刚刚有建设局啊，我们大田局长也来了啊。我们陈大田局长以及我们副局长陈友新陈副局长也来了。大田局长跟大家挥手一下，刚刚我们在请大田局长跟我们讲话一下哈。对，谢谢我们建设局的大田局长，还有我们的陈。
事先呢、啊，我就排除万难哈、哦，今天一定要来。那刚好市长啊、哦，也特别有指示啊、哦，要过来跟大家致个意，所以我先代表市长啊、哦，跟大家啊、祝福，今年万事顺利，事事丰收。我们知道啊，在我们商业同业工会啊里面呢，我们这组织阵容非常坚强啊，来自啊结构啦、啊土木啦、啊各方面建筑等等啊都有。那在理事长啊他很辛勤的经营之下，还有我们的常务监事、理监事等等，都非常的努力啊，所以跟我们市府有许多的团队都非常合作。那我想刚刚应该我们文秘局长啊大概也提到他们的业务啊跟大家的这个关联性。那在建设局本身更是啊跟大家脱离不了关系啊，尤其我们台中市现在很多的重大建设，很多的公共工程都在进行，不管建筑，不管在道路桥梁，不管在山坡地等等啊，都跟贵会我们所有的会员其实都有莫大的关系，也都你们来帮助之下，让台中市许多的建设不止好，品质我们更提升哦。所以我想这边还要再次的表示感谢。那当然中间也有许多需要大家专业的服务，不管审查还是在鉴定啊等等，那也是都蒙大家哈、哦、这么样的努力的协助，我想也一并感谢哦。那因为这么样的密切，我们每年度也都会办交流哈，一年至少都会有两次哈，都在理事长率队之下哈，我们都有很多越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进驻。那也因为这样，我们今天呢、啊，我特别也把我的一些团队哈、啊，特别有带出来啊，也是代表对贵会的尊重。我们两个处长，我们今天也都有来哈。一个刚刚是也有介绍了我们新工处处长啊，是不是跟大家挥挥手一下？好，那另外我们刚刚陈永新我们的副局长哈。好，我们的总工程师陈建全。好，我们的主任秘书白学英。还有我们的副处长廖文伟。还有我们副总工廖国雄，晚上好。好，还有阳光处处长、副处长哈，应该在赶来的路上哈。所以你看啊，我们大军出动啊，可见啊，我们是多么的尊重啊。那我想最后啊，还是进入我们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新春团拜啊，这个大家都聚聚开心哦。那也请代表市府啊，再一次给大家做一个祝福，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啊，真的非常感谢我们那个建设局的陈大平陈局长啊，在他上任之后，那对我们台中地区的这些工程技术服务同业哦，给我们很多帮忙，我们产生了之所以会在跟建设局有一些业务交流，主要还是会接近在服务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问题，那履约上的一些困难，那我们去来做一些澄清，然后慢慢的就建立起就是替了这个一年两次的这个业务座谈，大家交流，那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陈大平局长的用心啊。那今天整个我们建设局的团队啊，包含新工处、养工处的各位长官哦，都能够隆重的莅临啊，小弟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哦。那我这边也代表我们公共工会表达欢迎，那是不是大家现场再掌声鼓励一下，欢迎我们建设局，还有水利局，还有。所有我们台中市政府的这个团队哈，还有我们的水利局，虽然我们马副座，这个单枪匹马来，我们待会。